最美的 boss 李小天，哈哈哈哈哈，可爱。再回去你有可能很喜欢来个啊，瘦啊。好可怕、啊！既然社会业大法是不会 NG 的，所以你们进大家要稍微配合。害怕好吗？我早上回得了家吗？你告诉我，早进步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热力好，那边当电视，没过去当电视啊。去去去去去去去！飞到我才说话吗？到定点才说吗？没有，他在飞的时候又很多。虽然短短的，可是这飞的过程很长，可以让你讲。这个时候讲了，他妍希，那个是妍希跪来啊！啊，给你奇迹！他在这边，因为你都，因为你家，尽量没出声，就是你们可以当个位置，比如说。小不下风，是在演哪一出？懂吗？不行，你很重要。我之前练威亚，真的很恐怖，很痛。但是我们这次和邱合作很多次，他是我绑过最不痛的威亚。还有最美的 pose 啊，谢小倩，可爱。好，可爱跟美不一样，对。谢小倩。点评一下，点。我的警告。你做他都做反应，他都对。笑，好痛。哇。然后就是，哎，你在勾线。然后你是自己勾线啊。我看别人的反应也是一样的。我刚刚才想说，我真的好佩服，三立是我的同学，他们听都听得懂。我很希望有一种感情，然后我们两个可以一把在演讲，姐姐可以玩一下。走，还是我正飞，我早上回得了家吗？你告诉我，早进步。脸被遮就没反应啊！喊个跪呀！准备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站！你心里太好了，飘！我脸是正经的，但是身体是歪的。没有先暖身，合照粉丝小粉丝小粉丝小粉丝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的小倩，好可爱哦，哇，第一次，我要排架，我也要排架，抽脸子的感觉，我第一次掉缸了。我想到第一次吊钢丝是在北京的一个小镇，然后我好兴奋哦，然后就淤青了。淤青，对，很恐怖。哎，不是，我第一次吊钢丝在敦煌，然后那个时候是跟香港的，那时候是跟杨紫琼拍的戏，然后我每天早上练四个小时，然后最难的是骑马，在马上从钢丝从马上跳到桥上，然后继续打，就是一个骑踩马，那好帅啊，是这样的，桥上飞轻功的概念，对，轻功。五四三二。哇，你别管，美发型，不要翻白眼就美。那个倩女道具是那么的现代，手铐。因为倩女又很喜欢那个啊，那变化很多啊，想到哪就得。你没有讲话。好，很重要。这一刀，到底了吗？到底了吗？过来一刀吗？这已经到最后面了吗？还可以再往后吗？先到后面好了。有 feel 有 feel。哎，那个。我们先看第一边。妍希辛苦了，你腰肌应该很酸吧？好了吗？屁股酸。还没。屁股酸。讲几分？还没，不行，没办法的。二。阿贵。OK， 好。洗涤宝娜。
是为着要阻止我甲田丁结婚，超过伊要我活的，我真正什么拢无做。田丁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对。对。相信我。各位。向前吗？对。黄丽玲。黄丽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变个的机会。警察先生会伫咧遮专程管理，等这边结束了后，你就甲警察先生等于警察局做笔录。啊对啦，啊就爱先刷，甲你的强犯做伙传，做伙做笔录，安尼会容易些。瘦啊，瘦啊，明珠，好远啊，站起来对。你讲啥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、好可怕啊！瘦啊！刚刚我讲过的话，你听没？对。我看到有关的，你应该已经变高了。你可别继续提起。妈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？要讲我大家啦！啊，你若是搁继续唔讲哦，你真正有迄歹查某拖落水啦！我要跑，对阿妈在那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对啊！快跑！你讲这张照片拍的相片是你的？是啊。那呢？医生我刚刚有跟你讲。刚刚跟你讲，你这是真严重的。子宫外孕。那，大家反应哈，咋子宫外孕？你写我北工厂。好的，我们所有地位都要配合叶子的地位，大家要稍微配合一下。好，没有。我很害怕，好吗？对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今天马上配合，高啊、对，重一摔，重一摔，来。既然社会大白是不会 NG 的，所以你们尽量放心一点，啊，不会的，压力好大哦，好，好，我这又中枪，不要讲话，哇，对呀，叶大白在这边，好了，其实啊，干嘛叫？王地宝顺天笑，上台一鞠躬，说相声。你要讲我对子后对那个，很适合这样。人间有温暖，自己皆有春。对嘴。你要讲他两次一样的话，野娘手，落叶手。没办法搭。一到庙门口，开开庙门，三国马街打书童，打解书阁龙，玩太难了。书阁普司童，这样没有一个难对象。再讲一句，讲一句，我可以对，我可以对这个，我可以对这个，讲一句。对，搭一下。讲什么？随便讲。你刚刚讲那一段啊，那个，你刚刚讲那个什么？社会繁荣样样新，然后再说，一二三。社会繁荣样样新，好像可以。哈哈哈哈哈。耶，就回文了2020牵手之后，再度回归这个台八的这个戏剧。那璇姐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忐忑。非常忐忑。忐忑。有点就跟。不只跟台语不太熟啊，然后来到这里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久没有接触这样的环境，然后包括大家在这边都就是像在打仗一样很厉害啊，每次都是拿了一堆本子，然后就是拼命看，看完之后然后就开心，然后就录了，好久好久没有在面对这样的事情，现在努力适应中。本土剧天后终于回归了，那我们要不要跟网友回应一下？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名词，有点害怕，没有，真的不敢。我刚开始是抱着说，好久没有接触，也没有拍戏，那想说就当成来玩玩。就一进来之后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发现其实不能玩玩，其实就真的就是硬仗。他现在对我不错的啦，我觉得刚开始已经没有说是那种。很压迫式的那种，排班的方式给我，
所以我已经很感恩了。否则的话，我想我现在我因为我还需要一些时间适应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多一点的时间，而不是一下子就啪啪啪啪啪一直拍。嗯，很厉害哈。哎，嗯，对啊，而且在婚礼一开始就是揭穿了这个王丽玲的阴谋，这样子是一个震撼出场。就说嘛，就是反正通常要我这样出来，可能就是要稍微打击一下那个罪犯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不管男的还是女的。不过现在目前碰到的好像是女的比较不设限，不设限。但是懂反派真的其实也不好演嘛，真的。那所以真的多一些时间，拜托多一些时间。嗯，Lee的朋友，那如果说不嫌弃的话，就来帮我加油一下喽，好吧？就是本人就是不好对焦，就是我要拍照了，可能全身都是焦点，所以他没办法对焦。你真的很，那你从哪里学来的？耳机，我从哪里学的？自己讲的，真的，我就讲的很诚恳。这个就是强人吧，这是马甲型，一个不小心，就到这里了。好真的，宝藏当然要提花，自己宣布提花，也是，但宝藏很提花。